您好，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我是吴怡玲。华裔导演杨子业执导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讲述大陆安徽省阜阳的贫穷村民，用错误的方式输血卖钱而染上艾滋病，导致病情扩散到整个村落。这部遭到大陆官方禁播的纪录片，却被美国国务院特别安排播放，还进一步讨论大陆官方隔绝艾滋病患的做法，督促大陆政府应该给予民众适当卫教，正确认识艾滋病。你知道他得的什么病？旅美华裔导演杨子业执导的《颍州的孩子》，记录大陆安徽省阜阳的贫穷村庄，村民因为集体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却遭到大陆官方禁播。美国国务院特地安排播放这部影片，讨论大陆官方隔绝艾滋病毒患的做法，并敦促大陆政府给予民众适当卫教。Vital that all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allow their citizens to form organizations and allow them to work to better their own societies without undue interference.《颍州的孩子》讲述大陆贫困地区的村民用错误方式输血卖钱而染上艾滋病，病情扩散到整个村落，却被封锁消息和对外管道。村里的艾滋病孤儿们缺乏医疗和照顾，生活更是绝望。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指出，大陆官方管控舆论，禁止国际媒体和组织接触当地，外界很难看见事实。So I think the Chinese regimeTheir government should be accused of that because they know the facts, they know the situation, but very little they have done. In the meantim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ough it's very hard to get the direct message, because whenever there's a foreigner or a journalist try to visit a village, then the local officials, a policeman, will try to stop them because they think it's a scandal for them.They don't want to, the scandal was widespread. 参与对谈的大陆人权律师周丹也表示，只有大陆官方松绑舆论，大陆人民才可能慢慢消除歧见，正确认识艾滋病。装设记者郑重生，华盛顿报道。人来人往的塞纳河两岸，竖立着一格一格的绿色木箱，里面摆着古书、版画、邮票、旧杂志和各式纪念品。这些古书摊是巴黎独有的风景，是全球最大露天书店，也是列宁的世界遗产。C'est bien parce que ça veut dire qu'il faut préserver ces petites boîtes vertes où on vend les livres. C'est un peu le charme de Paris. C'est unique au monde. Il n'y a qu'à Paris qu'on trouve des bouquinistes comme ça.古书摊在河两岸绵延约3公里，目前大约有900个绿色书箱，直到现在还是很受欢迎。书摊不常易主，有摊商过世或放弃经营时，巴黎市政府才会开放申请。Nous sommes en fait 220 bouquinistes et il y a à peu près 10 par an seulement de disponibles en fonction des départs quand les gens abandonnent ou quand les gens décèdent. C'est très demandé, oui.古书摊的源头可追溯到16世纪，当时巴黎有许多贩卖书、报纸和年历的流动摊贩，直到1900年代初期才改成固定木箱，也就是游客现在看到的样子。多元及丰富的藏书让塞纳河畔不再只有咖啡香，更增添浓浓的书香气息。中央社记者曾一璇巴黎报道。洛杉矶台湾书院举办农村生活甘苦特展，重现台湾农村生活点滴。第二阶段分为三大主题，展出近50幅摄影作品。大家注意看，它其实没有人，然后都是一些很破的东西，可是经过它的镜头拍出来，你可以觉得那些东西好像又活过来了。这次特展除了照片外，还有早期台湾农村时代使用的器具，包括饭桶、农场、红瓦等，仿佛走入60年代的台湾农村。用旧的物件，可能是以前田里耕种的用具，或者是厨房里面用的用具，他们就好像这个老人一样，因为他们也陪伴他们走过无数年轻的岁月。
为期三个月的展览，洛杉矶台湾书院主任纪东阳指出，未来也会有更多不同形式的展览，希望让美国民众看见台湾不同面向的发展。中央社记者吴协昌，洛杉矶报道。泰国春季旅游展日前在曼谷登场，积极拓展宝岛观光的观光局与台湾观光协会也特地组团到场设馆广宣，除了邀请书画名家林静和彩塑工艺师于志润助阵，在现场展现彩绘与捏面功夫，知名的彩风女子乐方也定时在展馆演奏，吸引众人目光。台湾馆在现场热闹抢镜，驻泰代表陈明正也抽空到场支持，并逐一询问各摊位宣传状况。而今年除了华航与长荣两大航空业者，联航的台湾虎航与威航也到场设摊，抢占旅游商机。台湾不仅拥有多元文化，美食也是观光卖点。趁着旅展，不少旅泰的宝岛乡亲也不忘带着当地友人到场参观，除了分享故乡好吃好玩的观光特色，也感受一下台湾人的亲切热情。中央社记者刘德昌，曼谷报道。中央社国际新闻，中央社记者贾佳楠为您泰国曼谷报道。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悠扬琴声让台下观众听得入迷，纽约台北经文处举办春季音乐会，5位台湾留学生联手演奏各自拿手乐器，带来中西融合的音乐响宴。纽约以多样的音乐生态环境，每年吸引上100位各国留学生慕名而来，名气不输维也纳。在学校呢，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有跟音乐剧方面合作，还有跟当代电影作曲家他们写曲子让我们学生练习，所以我觉得在欧洲可能没有这么多这样的机会。在像这边的林肯中心或卡内基都会邀请国际级的巨星来这边演奏，所以就是都是可以去，就是可以去这两个艺文中心去朝圣，然后去学习。音乐会上，台湾留学生特别向日前逝世的台湾音乐家萧泰然致敬。目前正在攻读声乐博士的张新梅演唱台湾味十足的点心蛋，感念萧泰然对台湾音乐的贡献。那萧氏的歌曲就是他有很浓厚的台湾味，在台湾的时候并不会这么觉得，就是特别想念台湾什么，可是来到了国外之后，萧老师的歌词他的歌曲就是让我回想起就是台湾那个时候美好的回忆，所以我就非常喜欢唱萧泰然老师的艺术歌曲。驻纽约台北经文处去年规划推出4季音乐沙龙，多达20位杰出音乐家参与，成为美东地区台湾留学生展现音乐才华的最佳平台。中央社记者黄兆平纽约报道。锣鼓声轻点，掌中戏偶活灵活现，台湾人熟悉的布袋戏这回漂洋过海到美国纽约，台下金发碧眼的小朋友目不转睛看得出神。台原偶戏团应邀到纽约演出，推销台湾精致偶戏艺术。团长吴珊珊表示，剧团自2000年成立以来，已造访50个国家，希望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台湾是有传统文化根基。台湾这是个传统的布袋戏，其实是非常精致的。那我们的初衷是希望说，让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布袋戏可以成为一个外交的尖兵，让人家认识台湾，能看到说有这么精致、这么优美的一个表演。布袋戏师傅细腻纯熟的操偶功夫，搭配音乐、服装刺绣及华丽的彩楼舞台，完整呈现台湾本土艺术。吴珊珊指出，为了保存传统文化，在台北也成立偶戏博物馆，收藏丰富而完整。我们有整个世界亚洲最完整的收藏，所以在各方面我们有剧场剧团，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是一个永续的，让这样子的偶戏文化可以一直保存在我们台湾人的心里。这回演出的戏码全剧没有一句对白，
但透过灵活精湛的表演，突破语言樊篱，毫无冷场，笑声不断。中央社记者黄兆平纽约报道。大成岛撤退影像纪实特展述说大成人离乡背景来台湾奋斗的悲欢岁月，展览内容分成战火风云、渡海来台以及寻根之旅等五个主题单元来呈现，从3月7号起在永和国父纪念馆展出，透过中央社老照片重现当年历史，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更多精彩消息请密切锁定中央社全球视野。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我是吴怡琳，我们再会。